本期节目首先将为您带来苏州论剑特别节目，一起去展望苏州世锦赛博拼各位参赛主力的夺冠前景。最后，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研室主任刘丰德教授将告诉大家，新球时代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乒乓器材。就是说，你要想球稳，打球控制能力强一些的，那么还是打这种纯木质的，板面稍微大一点的这种球拍好一些。欢迎收看《乒乓王国》。两年一届的乒坛盛事第52届世乒赛单项赛即将在苏州拉开帷幕。除了世乒赛奖杯本身所带来的荣誉，同时这也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次世界大赛。比赛成绩将直接影响到里约奥运会的参赛名单，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次苏州世乒赛，中国队各派出了男女六名选手参加单打比赛。从理论上讲，作为国际乒坛的霸主，又是主场作战，国乒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具备夺冠的可能。但从技战术能力以及经验方面来看，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同的差距。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探寻国乒参赛选手们的技术实力，并且展望一下他们在本次苏州世乒赛上的前景。五阳是右手横拍、正手反胶、反手生胶、削中反攻打法。他削球最突出的特点是旋转比一般的削球手削出的球更转，旋转变化多样，连续顶重板的能力强。反手生胶弹击虽然使用不频繁，但命中率极高，由于球下沉，基本上一弹就得分。新材料乒乓球让武阳削球的旋转更加难以琢磨，再加上他在技战术使用方面也有了一些变化，所以他现在的进攻比以前更好，得分也更容易，经常能打得对手站不住位置，也能打出很多出人意料的球。两年前的巴黎世乒赛，李晓霞相继战胜了丁宁、刘诗雯等四位国乒选手才夺得冠军。而本次苏州世乒赛，虽然只有六名中国选手参赛，但要想夺冠，最少也要打败2到3名队友才能笑到最后。这对于削球打法的武阳来说，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连续三届参加世乒赛单打比赛，前三届武阳都止步于八强。本次苏州世乒赛争取打进四强，确保一枚单打奖牌，也许才是他最务实的目标。武阳夺冠指数4。
今年25岁的木子正值当打之年，号称巨人杀手的他打法彪悍，以速度快、进攻凶狠而著称。在今年的直通苏州选拔赛上，木子战胜了李晓霞、丁宁等国乒主力，夺得了第二阶段的冠军，完全凭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单打的参赛资格。早在2009年和2011年，木子就曾经两次参加了世乒赛的角逐，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不过前两次参加的都是混双比赛，单打比赛这还是第一次参加。相信苏州世乒赛他一定会卯足了劲儿去证明自己。究竟能够走多远，就要看木子的这口气有多长。如果从始至终都能保持最佳状态，那就将是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木子夺冠指数5。2015年年初，国乒对教练分工进行了调整。朱雨玲的主管教练从李隼变为了严森。为了避免在这段过渡期间影响朱雨玲的状态，女乒主教练孔令辉专门为朱雨玲个人制定了一套训练方案，力争在世乒赛开赛时帮助她达到最佳状态。朱雨玲在2013年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的时候，就一鸣惊人地打进了四强。比赛中他球风稳健，攻防转换好，灵感球很多，失误很少。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国内比赛当中，朱雨玲与几位主力互有胜负。除了对刘诗雯的胜率稍差之外，她并不惧怕其他任何高手，完全具备了冲击世乒赛冠军的实力。球比分。大赛经验比较匮乏是朱雨玲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如果能够正常发挥，她打进四强的可能性很大，而关键的半决赛将成为她最难逾越的一道坎。朱雨玲夺冠指数6。丁宁是本次苏州世乒赛的女单头号种子，曾经夺得过2011年鹿特丹世锦赛的单打冠军，比赛中技战术含量很高，女子技术男性化的特点也得到很好的体现。丁宁拥有天下第一的远台相持能力，完全突破了女子选手通常拼近台的樊篱。比赛中心理过硬，出手凌厉，进攻可以压得对手喘不过气，防守可以放高球伺机反攻，掌握了不少男选手的技术。丁宁世界大赛经验丰富，一旦进入决赛也是相当的可怕，但新材料乒乓球的实施对丁宁却造成了不小的困扰。虽然夺得了新球时代的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但在那次世界杯比赛中，她就已经遇到过很严峻的考验。比赛中经常防不住对手，以前稳固的防线现在越来越多的被对手打穿。丁宁在苏州世乒赛上的难关将是在八进四或在半决赛与队友的遭遇战。因为他对李晓霞、刘诗雯的球比较下风，
对木子和朱雨玲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封闭集训期间的成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他在本次苏州世乒赛上的状态。丁宁夺冠指数7。李晓霞是上届巴黎世乒赛的单打冠军，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她的实力目前在中国女乒无人出其右，基本功扎实，技术全面，旋转和力量控制都很好，尤其是正手稳健性和杀伤力在女选手中出类拔萃。李晓霞的力量非常突出，技术风格是将力量与旋转相结合，能用高质量的弧圈球打穿对方。李晓霞反手拉球的动作舒展，力量集中，被李隼教练称之为抽杀，比赛中杀伤力十足。李晓霞现在的问题是伤病比较多，女乒直通苏州第一阶段选拔赛期间，她就因为身患肺炎而无法参赛，近一年来训练也不够系统，发挥难以保证。不过她的大赛经验丰富，心理素质过硬，如果能够顺利打进四强，那么她夺冠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李晓霞夺冠指数8。刘诗雯在比赛中速度快，衔接好，落点变化多，正手连续进攻能力强，打球非常善于动脑。刘诗雯的正反手实力比较均衡，比赛中失误少，稳定性极高，因此一般对手想要突破她难度非常大，这也是刘诗雯比赛成绩一直很优异的原因所在。实力强并不代表统治力也强，因为其中有打法相克的问题。在中国队六名参赛球员中，刘诗雯最难对付的就是李晓霞。刘诗雯与李晓霞的比赛输多赢少，原因之一就是李晓霞前三板的质量抑制住了刘诗雯速度的发挥。单就每一板球的质量来看，刘诗雯的回球线路比较短，这样更适宜李晓霞重板的发挥。所以看两人的比赛，总感觉李晓霞是在压着刘诗雯打。虽然在与李晓霞的交锋中总是比较被动，但刘诗雯对丁宁、朱雨玲、武阳、木子却都是上风球，所以只要她在晋级赛以及决赛中运气好一些，能够避开李晓霞，那夺冠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可以说是一人之下，四人之上。刘诗雯夺冠指数9。男子方面，六名参赛国手中，18岁小将梁靖昆是真正意义上的新人，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踏上世乒赛的征程。出生于1996年的梁靖昆，今年2月在镇江举办的队内选拔赛上，首战就一鸣惊人的挑落大满贯得主张继科，半决赛也仅仅是以2-3惜败于另一大主力马龙。这两场比赛，梁靖昆的爆发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梁靖昆是目前国乒男线非常难得的一颗特点鲜明、冲击力强的新星。0-2
对于梁靖昆来说，跻身世乒赛男单参赛之列只是一个开始。如何在高手如林的国家队力压群雄，在世乒赛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示自己的实力，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应该是梁靖昆本次苏州之行的最大目标。梁靖昆夺冠指数5。方博虽然出道很早，但中间经历了好几年的沉淀，一直到去年才逐渐进入一个上升的通道。所参加的国内外比赛中，虽然没能拿到冠军，但名次都非常靠前。去年年底，中国男团世界杯第五人选拔战中，方博相继战胜两位队友，跻身中国男乒团体阵容，成就自己世界冠军梦想的同时，也重新得到了教练组的认可。在打球特点上，方博的正手明显强于反手，属于力量型选手而非技术型的小快灵。由于新材料乒乓球直径较大，球体旋转明显减少，无形增加了回合中形成相持球的几率，对击球力量的要求也更高。这一变化显然对以力量见长、打法凶狠的方博是非常有利的。再加上近期方博着重加强了自己的反手技术，旋转击球质量都比同档次的其他选手更加突出。在新人辈出的国乒，队员到了23岁，已经可以算是高龄了。如果没有站稳主力位置，就很容易被后起之秀取而代之。这是方博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世乒赛单打比赛。如果能放下包袱，不畏强手，敢打敢拼，正常发挥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也许他的职业生涯会开启一片新的天地。方博夺冠指数6。And that is the point of the match so far. Just incredible loop from. 许昕外号大蟒，正手彪悍，能打能拼。前三板小球虽然不够精细，但直板的优势如果完全发挥出来，能量足以打败任何强手。同时，许昕对上旋球的进攻和反攻的能力之强，在直拍选手中也非常罕见。许昕的问题还是稳定性稍微差一些，技术还不够厚实。虽然一直被总教练刘国梁视为中国男乒的三大核心之一，但实际上许昕现在的位置非常尴尬。前有大满贯张继科、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后有以樊振东为代表的来势汹汹的年轻一代，许昕的奥运前景扑朔迷离，这也让他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能否抓住本次苏州世乒赛的机会证明自己，对于许昕来说十分重要，最起码要打进男单决赛，才有可能竞争上明年里约奥运会的单打资格。许昕夺冠指数7。自从2013年在直通巴黎选拔赛上一鸣惊人以来，樊振东几乎一年更上一个台阶。如果说去年在仁川亚运会团体赛连丢2分，暴露出他稚嫩的一面，但仅仅时隔半年之后，
人们就见识了樊振东的成熟，见证了他又一次的升级。在中国男乒直通苏州选拔赛上，他连克严安、许昕和马龙，第一个拿到世乒赛的单打资格。4-6。樊振东近期进步神速，加上打法先进，心理素质过硬，已然成为中国男乒的绝对主力。换了新材料乒乓球后，在国家队大部分选手还处于磨合期的时候，樊振东却开始不停地拿冠军，好像新球的变化对他来说不足一提，反而还越打越好。他对新球的适应程度在六位参赛选手中是最好的。出生于1997年的樊振东，原本是国乒面向2020年东京奥运会储备的人才，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樊振东的成长速度已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他的爆发打乱了男乒三大主力的格局。本次苏州世乒赛，吴敬平教练给樊振东定下的任务是打进四强。不过对于樊振东本人来说，如果苏州世乒赛不能拿到单打冠军，他参加2016年奥运会的一线希望就会彻底破灭。所以本次苏州世乒赛对于他来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如此重压之下，这位18岁的年轻小将会有怎样的表现，我们拭目以待。樊振东夺冠指数8。苏州世乒赛上，张继科最大的敌人不是奥恰洛夫、波尔这些国外高手，也不是队友马龙、许昕、樊振东，他最大的敌人是困扰他多年的腰伤。去年的男子世界杯，他就是打了封闭去参加的。张继科已经获得2届世锦赛的单打冠军，今年如果能够再次登顶，他将成为庄则栋之后第二位连续3届捧起圣伯莱德杯的运动员。不过相比较而言，目光长远的张继科很可能会把眼光放在更远大的2016年里约奥运会，毕竟2次大满贯的荣誉对他的诱惑力会更大。张继科本身有很多优点，身体素质出众，力量过人，心理素质也很过硬，应该是胆汁质兼一些多血质的气质类型，平时状态不是很稳定，但关键比赛时容易爆发。苏州世乒赛上，如果张继科在晋级赛阶段不犯错误，能够顺利打进决赛，那么他夺冠的概率就一定会大过对手。张继科夺冠指数9。虽然张继科所取得的大赛成绩要强于马龙很多，但他对乒乓球技术发展的贡献却远不如马龙。马龙在乒乓球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正反手均衡，前三板相持球均衡，既能积极主动的进攻，又能坚如磐石的防守。
马龙是迄今为止把直板和横板技术特点结合最好的运动员，正手和反手都很突出，转换最快，衔接最流畅，技术漏洞最少，能力最全面。作为本次苏州世乒赛的头号种子，他被公认为是男单冠军的最大热门。2009、2011以及2013年连续三届世乒赛，马龙都在男单半决赛中倒在了王皓的拍下。如今自己的克星王皓已经退役，最强对手张继科被伤病所困扰，小将樊振东在大赛中的稳定性和经验还比较缺乏，所以本次苏州世乒赛将是马龙职业生涯最好的夺冠机会，同时也可以肯定是他最后的机会。马龙夺冠指数10。接下来乒乓课堂节目中，北京体育大学乒乓球教研室主任刘丰德教授将告诉大家新球时代应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乒乓器材。业余选手来讲呢，有的时候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自己的这个训练程度不高，身体的那个体能啊，或者他自己本身的力量不够啊，像这样的这个爱好者来说呢，他在选球拍的时候呢，他就到处打听，他什么球拍打起来力量大，啊，那么有人这个一些卖器材的这些个商家，或者是一些有一些乒乓球的这个体会的人就介绍他，那你就打那个加碳纤维的这种球拍。这样的话呢，就是打球的速度就快，打起来省力。那么有一部分人就是说的，就是选择了这种碳纤维的球拍，有单层的或者是双层的这种碳纤维的球板比较多一些。有的人打球呢说，哎呦，我速度没这么快，我打球喜欢这种回合球比较稳一些的。那么打起来之后呢，我觉得这样打挺好的，能够控制球。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享受这个打球的这种回合也挺好的。那么有人就推荐他，你就打那个纯木质的，它板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说你要想求稳，打球控制能力强一些的，那么还是打这种纯木质的，板面稍微大一点的这种球拍好一些。球拍板面大了之后呢，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呢，控制球的范围也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底板的上面配置来看，随着你不同的年龄，那么你这个底板呢和你这个打法应该是匹配的。我这个随着年龄增加呢，我的步伐慢了，我的速度慢了，这时候呢我的打法可能会，战术的要求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从过去主动进攻为主，变成了怎么样呢，以这个叫什么控制防守反击为主。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你就适合打这种球拍了。如果说呢我觉得我防守的控制力又比较好啊，我对上旋球把握的比较好，我又想那个增加我的速度，啊，尽快的能够调动对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主动发力又不够了，那这时我也可以换成单层的那种碳纤维的球拍，是吧？甚至我可以换那个双碳的球拍，这样的话呢，我在打球的时候能够增加我的速度，能提高我的这个战术的这个执行力，是吧？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通过速度来建立自己的这个防反体系啊，大的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是吧？那么就是说球拍的选择跟一个人的打法啊，和他的这个战术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套路，是吧，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就是说呢，我们选择球拍要适合你自己的打法和你的战术的这种套路的需求，不要跟风，不要看别人打什么你就打什么，这样来讲可能有些对你来讲呢会产生一些就是不适应症，有的时候我们说